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带大家嚟到 Oasis 差厅近700尺嘅三房单位睇睇。由大门入到嚟，就会见到一个好大型嘅储物柜，俾业主有更多空间去做收纳。而喺客厅上方位置都做咗个好似 LEGO 嘅层架。可以放嘢之余，仲增加咗趣味性添。主人房除咗帮业主做咗衣柜之外，都做咗个地台油压厂，咁就有更加多嘅收纳空间啦。去到小朋友房就做咗一个嵌入式嘅衣柜，而书房位置咧配合业主工作需要，喺窗边都做咗个书台嘅。而旁边嘅大型储物柜，除咗可以摆放书或者杂物。中间都做了个堂门，拉开之后都可以挂衫同埋收纳不同的衣物噶。今日就带大家睇住咁多先啦，大家记得 like 同 share 我哋啦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位于科学园，我哋成功配对咗超过2000个装修案例，欢迎准备装修嘅你透过上网或者电话向我哋提供基本嘅装修资料。Easy House 专员会因应客户嘅预算同埋装修风格，提供3间合适嘅设计公司同埋装修公司上门答车。我哋会为客户提供报价分析同见证签署装修合约。在工程期间 ，Easy House 专员亦都会定期上门视察装修进度，令客户可以更加了解单位入面嘅状况。所以快啲联络我哋